好莱坞的大明星呢，他们常常演一部电影就有几亿的收入，可是他们自我突破的方法却是有的时候会去演一个舞台剧。说实话，演一个舞台剧的收入呢，比起演一个电影或者主持一个节目要差很多。可是为什么这些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欢迎五位，好，你们好。欢迎五位啊，欢迎。演过舞台剧超过三部的举手好吗？三部可以吗？帅军三部哦，三部，然后赖雅妍呢？四个了。温生好几个？连这个真正是两次。那小时候还没有上演了一个，对对对，两出。彤彤呢？我小时候不算的话，进演艺圈也是两部。小时候为什么？两部。小时候为什么会算？是学校的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加入剧团，然后去巡回演出。那你小时候怎么没演？小时候有参加那种学校，然后在礼堂的舞台上表演的，就耶诞节，然后去演什么圣母那些吗？没有，就是演什么妖怪。我不想跟你聊天，我已经给我们回答的机会。怎么演什么？演那个蝴蝶裙，然后要跳舞妖怪啊！你讲蝴蝶裙。那没有剧情，那只有跳舞，那不算。蝴蝶怪，蝴蝶怪，不是那个没有剧情啊，那只是还有英文话剧，什么英文话剧？英文话剧，这么高级英文？对啊，我是主角。讲什么？英文。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不好聊天的感觉了吧？你也是吗，彤彤？你小时候演的是英文剧吗？幼稚园有演过英文剧。然后上小学之后参加的那个剧团开始去巡回的演出是儿童歌舞剧，巡回演出所以不用上课了。我小朋友都在上课，我就可以在外面跑啊，一天到晚请假，所以我要拍戏，我要去演出，对啊，还蛮开心的，就有一种自己是小童星的感觉。然后剧情很厉害吗？还不错啊，我演小猫西西，就是讲一只很勇敢的小猫，它叫做西西。那你们有在那个宣传单上提醒家长，我们都是不知名的小孩哦。对，家长到现场就生气了，怎么都没有芳芳这样。没有啊。所以小猫西西怎么了？小猫西西就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猫，然后它要去森林拯救很多好朋友小动物这样。妖怪啊！对，妖怪举出的好。演给小朋友看应该很容易有成就感吧？他们很好逗乐啊。对，他自己也是小孩。可是我当时也是小朋友啊。所以你没有享受那种说我在舞台上是巨星，然后大家都在看我。还好哎，我那时候只有记得很糟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脸要画成像百老汇的猫剧那样，然后我大哭，我心想说为什么要把我画成这样，我认不出来我是谁，因为看起来就没有你的样子，完全不像啊。我第一次画到那个妆我就哭惨了，我说我不要上台。你小时候就这么有出名的意识哦？也没有人喊 uncle。舞台剧哪里人在喊过那么 uncle 的啊？就可是你们演舞台剧的时候，有觉得观众的反应不够你们期待的热烈吗？我觉得排戏的时候有可能，因为通常整排的时候导演都会邀请一些很专业的人来看，那专业的人来看，尤其是那种表演老师，他会很冷静的坐在那边，就算你演喜剧他也不会吭一声，也不会笑一下，然后看完之后很严肃的给你笔记说你哪里还要再加强。可是我去看舞台剧我都替你们演员好害怕哦，因为有些笑点就是很明显你们想要逗观众笑，然后我就会想说万一现在观众就是没反应，你们不是就会很尴尬吗？谁想逗观众笑就观众笑。我陆续看了几部，你就是谁？你刚才说那一部啊，你不是说我跟你讲？我就不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你就会努力笑两声，给他们下台阶吗？对，因为他们都会知道说我有去，所以我就会想说我要好好表现。哦，我想起来，张惠妹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她在日本演那个。杜兰朵公主的那个歌舞剧，要日文全程演出跟唱歌，然后他竟然发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杜兰朵公主到了结尾的时候呢，天下太平，全国一起欢腾，因为杜兰朵本来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公主，结果到最后他就说，他就用日文讲说，我现在要开始分封我的官员们，然后就把圣旨打开来，然后打开以后呢，他就念说。蔡康永，
行政院长怎么样？他就自己用中文念哎，他就把他当，我后来就去问他，我说你是每天都念这一批名字？他没有，每天谁来看他就念谁名。我说今天徐熙娣来，就徐熙娣教育部长。那你要站起来跟大家这样挥手？没有，日本人哪认得我是谁啊？日本人就以为他突然在讲中文，就没有理他。大家自己就很高兴的向他从台湾去的朋友们致意，说啊，你们来看，我把你们念了做个纪念。好感人，所以那个事情就等于说，日文全程演出是根本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我们整个晚上都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因为听不懂。听不懂。我觉得有一段你们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就是最后谢幕，然后每一个演员出来的掌声会不一样大声。会，还有的人会欢呼。因为有些是落差很大。我有几位没看过，看过赖雅妍的，她掌声非常好。谢谢康永，我这边要特别谢谢康永哥，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演戏的时候有请你写评论，对，然后你就说剧很精彩，然后你有写赖雅妍很令人惊艳这件事情，我高兴了好久。可是他那个剧评都是代写的，没有啊，他真的演得很好。有啦，好像他听讲过蛮多次你特别，因为他而且他有歌喉哎，你有没有惊？不可能，你很惊讶吧？他在舞台上直接唱歌，是对嘴吧？没有，唱现场。你唱两句来给 S 听一下。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他瞪你。没有。他差点结尾。蛮正常的。可是舞台上如果这么嘹亮，就已经过关了。这样算嘹亮了。不然你唱。你叫我唱我就唱啊！我是一只小鸟。下一句，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你开始起太高。你没有演过歌舞剧对不对？没有演过。严格讲起来。一部，你的地位是不是也把所有的舞台剧推掉了？我现在到底是谁呀？啊，你不是赵正平吗？啊，对，是。哎，你为什么今天把他演的嘴歪眼斜了？为什么？你最近左眼好像软掉哎，还好吧？你是整形坏掉吗？赵哥他本来又左眼就比较稍微小一点，真的吗？陈汉典本人左眼还好吧？你神经有没有受损？不会啊，不会，因为刚好玉莹哥他也是左眼比较小一点，太厉害了。他刚好都是左眼，所以我就比较。因为我发现你很多时候角色左眼都是，我怕你长期会不会职业伤害。就是回到自己的时候，左眼也有点比较小，大小眼的问题。你有办法用赵哥演那些年的沈佳宜吗？对，我。我就是笨，你什么都不懂。我臭米饭，臭米饭很健康。大笨蛋，你什么都不懂。为什么没有演过儿童剧？他的地位怎么可能演儿童剧？不是，我是说你小时候他们都演过。有，我小时候有演那个英语的那个话剧，跟怪物是。不是啊，我是演那种也是男扮女装，以前小时候就男扮女装。小时候就男扮女装？对啊，然后也穿丝袜什么。小孩看得懂吗？可以啊。因为你男扮女装出来，大家一定觉得很好笑，这样。OK， 所以你小时候就习惯逗人家开心。是啊，就是讲英文 ，English。小时候就已经有看得出来是视力演吗？没有啦，我到现在也都不是啊。然后温升豪为什么有机会演舞台剧啊？我是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荣誉假，要过年的时候，部队里的舞台剧吗？部队里面他就请我写剧本，然后导戏，然后再下去。部队是什么戏？部队当然就很八股啊，比方就一个战士卸甲归田。然后回去乡下种田，然后今天有一个土匪来，然后这个退伍的军人就带着乡民们把这个土匪赶走，所以后来演舞台剧对你来说就是不是什么完全陌生的事情，应该说会害怕，因为我觉得部队里面毕竟它不是专业，那我第一次演是音乐剧，是在潘美辰老师的演唱会里面，他做一个20分钟的音乐剧。潘美辰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个20分钟的剧啊，你要跟潘美辰演对手戏吗？哎，对之类的，以前啊，2年前，爱情戏吗？对，前世今生。潘美辰呢？对，他男扮女，女扮男装。所以你演女生？我演一个，他是我的灵魂，他
是我的灵魂。所以你，他是你的灵魂。所以你不是跟他演男女朋友。他就是，他是他演温升豪的灵魂。死掉之后，他从我背后这样出来唱歌。英灵，对。不是，就是说只是以肌肉男的身份出现，还是说你以温升豪的身份出现？对，里面还是叫温升豪。只是古代的战士叫温升豪，他是个大将军，那里面是都武术的。我们有大概七八个武行跟我们在现场。潘美辰跟你谈的时候就说，我希望有一出戏请你演，我要演你的灵魂，这样吗？哎，对，前世。哦，然后那时候你已经是明星了吗？对，就已经有一点知名度。好有趣哦，所以你长得跟他像吗？不像吧。你那时候有没有一点担心是要安排你跟他演就是爱情戏？不会啊。他人很好啊，真的。你没有再回答我们的问题，不会担心，不会担心。如果是他要你扮女装，然后他演男生谈恋爱，你愿意吗？那为什么会讲温升豪？你找一个比较秀气的人。是看中他的肌肉，你知道吗？就考虑一下，那就要考虑一下。OK， 所以那个也不算纯粹卖票的舞台剧，因为观众是他基本上来听演唱会的，对，是慕潘美辰的名。所以后来就演真的舞台剧了吗？这个就是。是什么音乐剧？这个是我们新的这一次要歌舞剧，然后这个是两位是主角，是喜剧吗？黄偶像剧对，喜剧黄偶像剧意思是就是有点嘲讽，也有点歌颂当今的偶像剧。嘲讽偶像剧什么事啊？像例如说老梗，偶像剧的老梗。偶像剧的老梗是什么？例如说。通常女主角一定要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女主角跟男主角相遇的时候，不是跌倒，就是一定要互相看不顺眼，或者是在那种很巧合的情况之下，然后让两个在相遇的时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或是女生一定是穷的，然后一直说自己是长相不起眼，然后突然那个富豪爱上她。对对对，不是男穷男尊女卑。所以偶像剧真的要循这个模式哦。通常循这个模式都会中，是因为女性的观众很能够把自己投射在这样平凡的女主角身上，是吧？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偶像剧的女主角通常都要穿成森林系的女孩，对，森林系，对，然后一定会有大自然风的，对，然后一定会有个女二。女主第二女主角来欺负她，或者是拆散你们，对，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强调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平凡，大家都觉得她长得不好看的女生，对，可是其实明明找的都是漂亮的女星在演这个角色，不然嘞，你要找真的很不起眼，对，她因为她如果真的需要很符合剧情的话，应该就是找真正平凡的女生啊，就你看大 S 就美成这样，好了，这段话只是为了要巴结她。而且他的确穿的比较简单一点，对，所以偶像剧不可以是男主角平凡，然后女主角妖艳的要命，然后也可以，就是两个一定要有落差哦，对，然后或者是男主角一定要在某一个桥段要有裸露，例如说在浴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男主角跟女主角一定会在浴室里面，然后一定会有一个没穿衣服，然后就看到偶像剧里的人洗澡的时候都不锁门。哦，这个你可能要问制作人，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舞台剧也需要顾虑到男主角时不时要稍微露一下身体吗？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看温升豪愿不愿意。如果 cast 温升豪，应该有要这样吧？我在里面是偶像剧的制作人，还是要裸啊？制作人是主角。哎，制作人就是以要裸上身为名的啊。伟忠哥都裸上身吗？对啊，还有詹远雄都裸上身啊。因为我看过一些是男主角就是要裸的耶。就是总得弄一点戏给他，然后女生要穿很少都有、啊。所以温升豪现在是还在派经纪人抗拒这件事，对不对？我是不会抗拒啦，只要他有要求需要的话。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演男一的，我是制作人，那有我同样的在我们这个舞台剧里面有一个男生是偶像剧的男一，所以应该是他露，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他露。他是谁？凯尔，是一个舞台剧演员。凯尔也是舞台剧演员，帅吗？很高很壮。而且很奇妙，虽然我们回答他帅不帅，很不错。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舞台剧只要距离，这个距离看起来是肉壮，好像就可以吧？真的，你们投入的时间跟比起上电视来讲是差很多哎。舞台剧通常要排练多久？2-3个月至少。两三个月的意思是每天报到吗？对，几乎一次报到一次是几小时？
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中间连到了，但不就那天就没办法做别的事吗？嗯，也不能拍广告哎，不行，嗯，要拍要请假，没有人像你有那么多广告要。可是因为万一广告那个费用的话，就真的一支广告可能就比演一个舞台剧的10倍都多哎，所以要牺牲呢。而且回到家之后还不能休息，就是其实继续要吸收今天彩排的一些东西，导演给的指令，然后自己要吸收一下。所以你1点排到10点之后，回去还要再想今天稍微再读本一下，因为会做一些记录在我们的脚本上面，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要做更正。所以名模里面你是最演最多舞台剧的，是不是？我算是跟配剧还是演的比我多。对，跟配剧的话，在我们公司里面算是演舞台剧蛮多的。因为观众对舞台剧真的会比较陌生，你想在台北就算连演20场，它比一集电视节目的收视人口还是少很多啊。所以你付出人生中2-3个月的事情，在我们脑中可能就是很淡很淡的影子。对，可是在我心里就有很深的烙印，就是很每一次回想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最后出来的掌声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是会很有燃烧感，是不是？对，就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因此而浪费时间这样子。那你出来的时候掌声大吗？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会找自己朋友来，所以他们呼呼。对，因为你们的朋友都很喜欢在某一个角落大吼大叫。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会给我们鼓励，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出身。你也要唱歌吗？有，我有唱歌，在我爱红娘里面。所以如果你以舞台剧的脚步这样走过去的话，走到那个角角，舞台剧要怎么走？舞台剧就是很平常，看你演什么角色。走走看，就很平常，可能搞不好就是这样走。这不平常啊，就是正常人是怎么会这样？没有，因为在舞台剧里面，就是如果你只是这样走，就是有一点落寞。对，如果你看你要生气一点走，你可能就是要这样走。可是，所以这个戏现在这样，就是生气的走出去，就看到满月，想到前男友就唱歌。我以为要变狼人，变成狼。生气的走出去，看到月亮，看到月亮，想到负心的前男友就开始唱歌。唱什么？唱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什么事情？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还不错啊。真的吗？这一定会被导演骂吧？就是什么事情不好？不是生气，没有生气，对不对？对呀，你好像是惆怅而不是生气。对，就是有一点点生气，要出去看到月光就有点低头难过，然后就开始要唱。赖雅妍，赖雅妍，对，要生气，不要他那个，他那个刚刚没有看到月光。不过还是有人性啊，不要是就是那种不要儿童。因为我觉得在台上的话，你还是要脸给观众，所以我觉得肢体要打开。怎么叫打开？就算你生气的时候，你一定要。哎，看那个，变狼人了，变狼人了，快！所以就可能你可能要有走位，然后停顿，但是你身体还是要打开，然后面向，因为你还有二三楼的观众，你可能要往上看。需要跟二楼的观众打招呼吗？不用，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你的肢体跟表情。那你要开口唱之前，会不会觉得很害羞，想说哎呦，好好的干嘛要唱歌了？不会哎。在台上就不会，现在有一点。所以如果你开始唱，就台下就有一个人这样笑出来。你要当没听见。对，而且我们其实曾经在演出的时候有大概此起彼落的手机响。哇。然后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开场不是都会叫他们不要，要关掉或震动？对，可是他们有时候不小心。而且你通常一开场的时候会大家都在看手机，因为一片黑嘛，因为灯暗，会一片，你就发现大家都在看手机，然后灯亮的时候手机才会慢慢关掉。然后通常在第一幕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手机响。所以你刚刚如果看到月亮在生气，然后正要唱的时候忽然有个手机响了，那就唱下去。可是那个人不会还讲下去吧？喂。通常是有礼貌会把它按掉了，对对，有时候还会找很久，因为找不到就晾很久。你们都碰过手机响吗？有，我是碰过，是我们是在孤岭街，那舞台跟我们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就等一下一过去人就在前面。他们是坐地板那种，对对，坐地板。那我有一部是说我回来了，就是打开门就说哎我回来了，我他们就有的观众就很喜欢就闹你说我也回来了，所以就在那边。
你就想要笑也没办法笑，可是你要尽量的就是装没事，外看看着另外一半，或者继续把它演下去。不能就是跟他们有点小互动吗？不行不行，因为就因为我们是这边都是黑的，快只有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因为那个光打下去太亮了。所以你就看不到前面，可是你就知道，就有人在前面，就是他们的脚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去演的是小剧场？没有，我第一个是舞台剧，也是歌舞剧，叫《失物招领》，我跟罗美玲一起演的。你刚刚说《失物招领》的语气，说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戏，是不是？对，因为那时候也有来。我觉得我的脑海好像也有就颤动一下。有吗？你们有听过这个戏吗？跟罗美玲一起，对。我记得罗美玲有演歌舞剧，而且还蛮大的一场。对。你当初接歌舞剧是因为？唱片公司叫你做的？没有没有，我接歌舞剧是因为我朋友认识那个导演，后来那个导演很想找一个会晃神的，就看起来很晃神的。那于是他就跟他讲说，哎，我有个朋友很晃神，对，看起来很晃神。他就看到我说，哎，对，你可不可以就是演那个角色？所以我就演那个晃神的角色。这些舞台界的导演看到你们的时候，都知道你们是演艺圈的谁谁谁吗？他其实那个时候他有听过那个，因为那个时候他听过绿茶，他有问说绿茶是谁。后来之后，他带我过去的时候，看到我本人的时候，他就啊，我知道你之前有那个一个团体叫丸子这样子。可是晃神那么细微的动作，在舞台剧上要把它放大吗？要，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睡了十年在床上，那你要起来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就那种，就是哪里，就是这种东西。哦。会导演看到我就说，哎，你还蛮适合这个角色，就叫我。可是导演会不会跟你们放狠话说，不要以为你们是歌手，在我们舞台界就是不一样，你要好好拍戏。有，其实唱歌舞剧跟歌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歌手你会就是有时候就只拿麦克风这样唱，可能那个舞台剧的时候你要唱很大声，就是因为有两前面有很多人。你要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音量唱最大声可以多大声？你问我啊，太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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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哎怎么样 ？key 跑掉，反正感觉你上次来唱的很好哎，你怎么搞的？好，就这样，那我唱另外一个。好，蝴蝶眨几次眼睛？蝴蝶眨几次？你们在舞台上唱歌不会破音的？有啊，我破了好几次啊，还有的时候这样子吗？还有的时候节奏听不到的时候，当场那个什么就落词了，就是节奏走比我还要快，那我完全接不到节奏。那你破音的时候，观众会像小 S 这么开心吗？就观众那我就完蛋球了、啊。可是我们的表情还是这样子，怎么办？快最后大家大合唱的时候就跟着合唱唱，然后就那一趴就落掉了。OK， 所以大家以为是我在做情绪的东西。观众可以乐坏吗？乐坏，观众可以他说破音了，像他这样幸灾乐祸。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不能让我们如果让观众发觉到我们失误的话，就代表说。他就是就不好了、嗯，导演就会被我们。所以你们通通没有，你们破音都没有被观众笑。偶像剧要唱吗？疯狂偶像剧要唱这个歌舞剧。温尚豪唱歌可以哦，要练啊。你上次好像在我们节目中唱的就还蛮 OK 的。就是这个刚刚就像 Richard 讲的，他那个现场那么多，然后导演会希望你的渲染力要够，因为你唱歌不是唱在说话，他是说故事。所以有时候对女主角唱，有时候对观众唱。我也要看你那个愤怒的走出去，然后那个对女友唱。你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吗？你可以自己挑一个比较好发挥的歌曲。对，你可以自己挑歌。生气要像赵哥这样。你问我爱你有？是很生气吗？笑什么？这笑这么生气？有点怪啊。你看到远方的时候，灯会稍微暗一点，要抒情。对，然后开始你自己就会有一点情绪的时候，可能想到男朋友的时候，然后再把这首歌唱出来，就会比较有那个氛围。我懂，在摄影棚他接太紧了吧？他一看到月亮就立刻唱啊！不是在摄影棚做这些事情，完全是践踏他们自尊。OK， 压力很大。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期待演完的时候走出来谢幕，观众要掌声如雷吗？很期待，因为我在台湾很少碰到掌声如雷的哦。蛮多台湾观众还是会觉得发出那种呜的声音是有点害羞的。对，可你们希望我们鬼叫嘛，是不是？会还蛮开心，但是我有碰过是那种会站起来拍手的，哇，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因为观众要站起来也是会害羞哎，因为万一大家都不站，你就会一定是自己的人或者是圈子里面的人，他们会比较感。所以有人站起来拍手的话，会带动其他人也站起来吗？会会。会，所以你们都遇过有人站起来拍手？我有遇过，几乎当然
当然是因为那个顾宝明宝哥在我们那个公寓春光演完的时候，在宝哥跟从哥最后两大男主角出来一起谢幕的时候，结束是刚开始前排的人站起来拍手，接着是我从后面看是整排连二楼三楼的人全部站起来拍手。顾宝明演，你有觉得很惊人吗？有，第一次看到他，我连正眼不敢看他。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在对话，我连看都不敢看他，而且还在发抖。然后他要跟我对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慈祥的父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要跟他演爱情，就是他是我的男朋友。你跟他演爱情？对，他是我的上司，然后他是有一点像是喜欢我这样子，所以跟他有一点暧昧。然后从哥是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他。嗯，对的那种就是爱恋交隔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跟宝哥的对戏蛮多。虽然顾宝明演技很好，可是跟他演爱情戏就。就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要就是比大家要早进剧场，然后要很快进入那个角色。像你现在发音讲话这种，顾宝明不会修正你吗？刚开始的时候会，而且刚开始我连讲话都是用喉咙，然后那个声音就是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汉典的肺活量很大声呢，因为你模仿赵哥时都可以吼很大。对啊，我这边都好痛哦。各位啊。你为什么嗓门那么大？用肚子跟喉咙，因为其实赵哥他会有一点用喉咙去喊，但那个喝是可以用肚子传出去，因为我们要二楼、三楼甚至四楼。我们就是二楼没人啊，上去一直出去。所以你有在剧场界第一次表现的时候就得到导演好评，说哇肺活量很大，还不错，还不错。而且我那次是有下去跟观众互动的。什么东西啊？疯狂电视台吗？不是不是，之前演的一部什么戏？天下第一包，没有听过啊。色情的是吗？就为什么会有色情的感觉？因为天下第一包不是就是小笼包的故事，不是色情的啦。我以为你又要开黄。没有啦，没有啦。所以现在你还愿意演舞台剧吗？要啊要，之后会。可是要花两三个月排练，然后收入很少哎。那是一种归零嘛。所以你们去。什么龟苓膏？那是一种修炼，就是说去在上面。五千万的广告跟要演舞台剧，你要选哪一个？我们不能只看这个，不能只看钱啊！各位广告商他不要钱，他接下来找他拍广告，他接下来去演舞台剧广告他都不接了。尤其五千万以上，千万不要跟他。我应该是没有这么困扰，还不到那里啊。对，所以你演舞台剧的时候，记台词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从来不会忘词。就是我会一直背啦，我会把它背得很深。你好像记性还蛮好的，对我才敢上去。因为他上次模仿李斯段的时候，他就把我那个广告词都背下来，我觉得好厉害哦。对对对。所以你当时演的时候，观众有对你特别有反应吗？因为那时候我不是主角，是李天柱柱哥，他是主角，所以他一出来是掌声如雷。但是我们出来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我们感受得到他们的热情。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才华？怎么突然问这一题？我觉得就看一下你对自我肯定到什么程度啊。就我还你觉得讲话有惹到你是不是？惹到你？不好意思，有他很认真在跟我们分析。有很臭屁的感觉吗？应该还好，我们这很你自己访问人家，又不然你在讲自己的事情。我突然问说有没有采访，也不知道要怎么。對你们接舞台剧的时候，可以先跟制作方问说酬劳多少吗？我是没有问，但是经纪人可以问吧？经纪人会问啦，所以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你们实话实说，经纪人回来第一句话跟你们讲说，少到不行，这样吗？会吗？会，会。可是我们都说没关系啊，我们就接。他会报告你说，真的是很低很低哦。就经纪人会提醒我们一下，就是，可是我们都说没关系。因为经纪人是跟你们分成的，你们很低，他们就很低啊。他应该会说你确定要接吗？可是我觉得演舞台剧会帮助你，就是一个磨练，因为让你演戏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结果呢？你演完舞台剧之后，你的磨练用在什么地方？就像电视剧啊，演电视剧，就像情绪的表情啊，这些东西其实。所以你现在手上有电视剧吗？有啊，就是现在就是在拍《小资女孩》啊，外后面还有其他部戏有在。所以有没有你一演那个导演就说哦，你这个演技应该是有受过舞台剧训练？我就是演了舞台剧之后，我后面接的那部戏就是《下一站幸福》，就导演就有称赞说你演技变好了。就他们就是因为看到我的舞台剧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哦，所以真的是有帮助。对，其实舞台剧其实是帮助。所以你进舞台剧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请你练习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叫我们第一个先自我介绍，
可是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自我介绍。什么叫做不同的方式自我介绍？就是你，他会让你用肢体的去表演，就是在大家就会围成一团，你要自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大家好，我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全部的东西发现出来。他会说吗？像疯子一样的自我？会，或是说你要大家就开始用不一样的动作，就可能是会全部人都要跟他。就全部都这样走什么，大家都围。所以我如果是导演，我可以恶整你，对不对？就他就第一次，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的熟悉我们的肢体。所以绿茶像弹簧一样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绿茶，王力行哎。为什么？就是你要这样子去把自己的肢体表现出来，像蘑菇一样的。大家好，我是绿茶。我不知道，我发现他就差不多的轨迹是一样的。对，他有点偏孩子气，对不对？很沉重。蘑菇不是应该有？蘑菇不是应该有沉默的蘑菇吗？对啊，或迷幻的蘑菇。对啊。可是沉默的话就没有很沉重的绿自我介绍。沉重。大家好，我是绿茶。这不沉重啊，这耍帅。大家好，我是绿茶。这是绿巨人浩克啊。沉重，沉重是怎样？好，谢谢。因为我们这节目成3小时。哦，这个很会演的，慢慢的。OK， 马桶一样的自我介绍。不要那么形象。不要马桶的灵魂。哦，好。大家好。导演会称赞吗？称赞，因为他就是下去了嘛，从下去就下去了。OK， 所以这样子，如果在练习的时候，导演会高兴，是不是？就会吧。这是很创新的想象力。创新。那你可不可以演一个是自我介绍，然后让我们猜不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情绪？让观众怎么他唾弃我们吗？是不是？嘴巴有毛？真的。嘴巴有毛？刚才应该抽吗？我鞋子上的毛，看不过来哦，不好意思，哎，有点沾到。你说现在要猜一个，就他演一个情绪，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好，麻烦你。好。没中奖。大家好，我是陈点啊，啊，粉丝哦，赵又廷的情绪化。我不是在点菜，我是在猜你刚刚那个是什么？刚才什么？什么情绪啊？撞到情绪就是说鼻子过敏，一直没办法根治。没，那很气你。就有这么。所以你们去练习都会碰到这些要求吗？会。刚开始，他有被要求接看不见的球。哦，那是暖身。例如说，如果我们5个人要演一个戏，好，所以你跟温真豪试试看接看不到的球。例如说我们打排球，温真豪接。咔咔！你不能跟导演讲说有种就拿一颗真的来吗？可是这是一种暖身。这个他会赞成吗？刚刚这样算成功是不是？很成功，就表示说我们要一起。可是你不可能有别的演法、啊，看不到球，你一定这样演呢、啊。可是有这样差点接不到、啊。对啊。或者是你突然间想杀球，或者是哎你丢到边边去。然后就让他去。那钱帅俊，你演那个假的那个撞球。好像可以猜得出来。从这边身材好好啊，从这个角度身材好好。你这样演撞球，只是为了让摄影师拍到那个整个曲线。我只是挑一个最难表现的，太静态。对啊。导演不会要求你们模仿别人吧？模仿不是一个要求。阿 Ken。因为导演觉得啊，温真豪长得很像阿 Ken。对啊，他是念祖啊。哎，你要这样，念祖导演啊。对不起啊，我把你搞错了，很像了。说很像，我就感觉对照过。我是，所以2个月当中可以请多少假？排练的时候可以一直跟导演说。是大牌的程度而言吧。就是有的很大牌的，然后又真的演得很好的，那当然就会比较放心让他去做别的事。可以派经纪人或者助理替自己去对词吗？哎，当然不。
不行啊。可是当导演就是。那你有对不对？我因为我现在真的，我当初会接这个，我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就是因为太紧迫，那一个热忱，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想到陆续的东西一直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时间吗？现在。对，所以坦白说，我还没有跟他们。你还没排到戏哦。还没排到戏。你什么戏要演啊？就是前面我们有来读本，然后其实。你还有多久？大概一个月多，一个半月。那很快耶，很赶。对，所以我也很紧张。可是就实力坚强才能这么快进入状况。没有实力啊，因为他要唱歌又要跳舞。你会跳舞吗？就不会。等于你现在舞还没排过吗？对。然后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很专业的舞者会跟我们一起。所以歌你已经背下来了，有几首，因为还没有完全。然后温升豪一首都还没背吗？因为还没有时间，最近刚好拿到。戏之后上我一定要去看，因为我想在第一场2月10号到19号。所以舞的部分你是连跳舞的基础都没有。基础一点点律动应该会啦。所以雅妍刚刚那个听音乐的节奏感你有吗？你有办法像他那样听音乐？他有啊，他有很多的肢体是很棒的。这我会怕，我今天会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我想要克服这个心魔。你做基础的舞蹈动作给我们看一下。因为 Rachel 以前跟我一起上过课，他知道我不会跳舞，完全。你试试看，你带我。你说几月几号？你为什么没有在拍子上？我不知道，我在听。对，对不起。绿茶，你这个太难，你不要这种 hold 的，你就直接左右。左右这样。杨绿茶，你也没有用，你也没有用，没有用，没有去当队。舞啊！而且大家都没有发现，他真的非常有喜感哎。他有啊，他好有喜感，尤其是他讲台语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只要是认真的跳开那段的话，我就觉得。你用台语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温内。温内还可以啊，对啊。他讲台语好好笑。你可以用台语介绍你们这出戏吗？几月几号上？起笑偶像剧。李威。10号至2月20号，19、19号在新城市舞台。你没有一句会的，不太。他讲台语真的好好笑。就是一般会吧。2月10号到2月19号，在城市舞台。2月10号到2月19号，吼，伫咧咱咧城市的这个舞台。舞台哦。有咧播啊。城市你都会。对啊。都市对不对？都市。首都呢？修刀怎么办？温升豪，你来不及耶。可以的，我想到时候一定。你当初答应他的时候，你以为不用排2个月是不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就一股脑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嗯，想做的动力是什么？想做的动力就是因为小时候对这件，我以前跟 Rachel 我们同一个公司，然后公司有派那个舞蹈老师来上课，那我对舞蹈就一直，可能小时候有参加过热舞社。然后被你参加过热舞社，就我去一两天就被笑，他们说你是阿伯还是什么的，我就非常生气，我就说那我不要跳舞，我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一直以来就把这个东西搁。你是想要借由这出舞台剧把舞蹈练好，搬回去。对，你有被要求过演舞台剧吗？有。然后你也是很精明的就推掉吗？我推了，我就一直说我接下来的人生计划是怀孕，所以我这台只是为了要读舞台剧。生完我就没有救。你小孩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不会很高兴吧？那你们谢幕的时候有没有在逼观众要不一直鼓掌？没有哎，通常他们都会鼓掌，然后中间就会休息。如果因为我们有时候打算鼓到这里的时候，对，他们就会就，好，陈汉典又出来，然后我就开始那个，然后我想说好了，陈汉典就哦，然后再陈汉典出来，我没有鼓，然后我们想说好，他们两个牵手一起出来，我们就要没完没了的重新组合哎，对，因为每一趟出来的人就是会从就是之前的一直到最后的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所以你们在逼我们一直鼓掌，对，鼓掌完之后还要集体再牵手、再鞠一次躬、再 ending 一下，所以你们有察觉到观众渐渐累了吗？就是拍不动了，有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帮自己鼓掌，这样带过，因为那回到家这边会很酸的。所以我每次都不懂，就欧洲观众可以做到鼓掌15分钟，我真的很佩服哎，到底是怎么？
做到的。可是有演舞台剧在模特儿界会比较拉风吗？就是如果走秀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我 pose 变好多或好大哦。然后在前面的时候定点一下就要回，对了，有时候会忘记，就是已经摆到出神入化。你看刚刚那个跑步这样生气那个，我觉得模特就走不出那个步子来。对对对。你们演舞台剧最后都会变成要交心吗？要走心灵路线那种吗？要回忆小时候受到的挫折什么？不自觉都会。所以你可以一到排练场就说，我撑不下去，然后大家就会过来问说发生什么事吗？对，会比较热心。然后你就要讲说我失恋，然后大家就要问说怎么这样？然后大家就会鼓励你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对，加油，对，然后让戏带领你什么之类的。带领去哪里？就是带你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你如果有一个什么样情绪，你就可以用在第几个幕，第几幕里面有这个哭戏，你就可以用这个情绪带到那一幕去。所以你们都有修正，来上节目就不会这样子说啊，我撑不下去，然后我们就慰问你什么这种，就不会。你们不会期望我们这样吧？不会。让节目带领你。不用嘛？不用不用。你完全可以接受电视圈的人比较冷淡这件事。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环境。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绪表达，但在那边的时候就会比较。因为如果陈汉典进来说我真的撑不下去，我们就会说赶快回家。对对对，我可以。所以这种心灵对谈很难呢，一定要很冷淡呢、啊，要很正。不会，其实你们都很有爱，是的，你们都很有爱。可是要讲少惹我。不是钱帅君，你也要来这一套吗？也会啊。我觉得温正豪不会吧？你不会这样。以前早期做训练的时候会，其实我们演员因为这几年拍戏拍电影，就会忽略到这个部分。那以前。在做演员训练的时候都会，以前比较菜的时候，导演都会要求说，整个要集体做一个集体催眠，那彼此要知道对方什么，那很容易就会掏心掏肺，把自己小时候的黑暗面都掏出来，对之类的。那长大醒过来不会很害羞吗？对，你信任对方，你就不会害羞，你会把他当成是朋友，因为你把秘密说给他听啊。可是他们都被洗脑了耶，以后就不行了。如果他的朋友把来上康熙把他秘密都抖出来，他就不会这样子。所以你们现在不这样子做？现在因为他变成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每一个工作都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麻痹挂掉。所以有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去辅助那一部分。OK。所以这一次呢，两位担任主角的戏就是。疯狂偶像剧，然后很爱看偶像剧的人应该就会跑去看一下你们讲偶像剧什么事情嘛。这次最值得看的应该就是温升豪到现在还没有彩排过吧。我们非常期待，我们希望成功，谢谢。谢谢。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